德云中奖内斗有多精彩。有，我必须送你。你瞧我爸了，你回去。哎，这行了，你给我回去吧你。就这么一推，坏了。你推他干嘛？他那么大岁数了。再看他父亲啊，紧退两步，吧唧，坐锅里了。吓我一跳啊！你把他尾巴骨子摔坏了。是啊，赶紧搀起来。起来！哎呦，大爷，大爷，起来，起来！70多，没摔着您吧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脾气不好。你推他干嘛？讨厌，我这。锅里还有一个，哎，不是这也能变呐？大爷，大爷，起来，起来！我这俩说了不让您送我，您非得送我，可以这么大脾气呢？这你快扣那锅，快！哎、这么会儿仨了，哎、二位这边挪挪，哎，还挪挪，哎，又一个，哎，这张了，这别变了，您不大会儿功夫，怎么了？弄一屋子这个，这哪个？让你妈也着急。我妈怎么了？留哪个不留哪个呀、啊？我都送你们家去。后来我想出一好主意，什么主意？把你妈推锅，把你妈推锅去。多讨厌这人！我告诉你，我这真是没这玩意儿。他们家开心呢，你瞧着吗？给我弄一屋子爸爸，给我。什么人呢？这都是，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。我跟你开玩笑吗？我跟你逗吗？多不要脸的玩意儿，给你妈推锅里。我们这家子是搁锅里混。如果说各位看过前几期的节目啊，都知道这个主持人不是我，是谁呢？是我的。老恩师啊，笑什么？我都没说是谁你就笑、啊。我的老恩师岳云鹏是他，为什么今天是我呢？因为我的师父，我师父呀，我师父因为有点事走了，所以说今天我来代替我师父，可能我代替不了，因为大伙也知道，毕竟我没有师父。那么便宜啊，不好代替，啊，其实我也不应该说我师父，因为徒不言师嘛。王九龙，你们使劲啊！准备好了吧？来，使劲啊！嘎嘎！我的个天哪！你看这嘎嘎嘎嘎！行行，哎哎，真行，练过你知道吗？行，还练过练过。说句良心话，嗯，你要说打我这一下，甭说打三下，一下我就得躺那儿。那可不是吗？咱们这是功夫，我非得吐血了不可，来不了，确实是啊。这是你没学过这个，你要让我来这个，我这个岁数，哎哎，行行，你也不行，别捧了，谦儿比我大四岁。嘿，行了啊，哎，死了，是要不咱跑吧？哎，趁着警察没来，撤吧。走走走。他们说的那叫什么呀？那都是。哎呀，我不瞒你说，早我就听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可不是吗？没有一个有正形的啊，一句好的都没有。张鹤伦说您什么肉松的好听吗？那都是啊，你就别说了。烧饼说自己长得恶心，是不是？说自己没有人样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吧？嗯，说自己脑袋以下就是腿，是他爸爸圆规啊。你怎么找的这东西呀、啊？你是不是道理吧？是不是脑袋以下就是腿？那不是圆规吗？那不是？还说您说您什么？圆规的儿子上来了吧？你咱说有洗脸盆找小姐的吧？来画个圈来，哎，好。你还撞墙上你？什么玩意儿都是不像话，还说您没有演技啊，我都听不下去，是吧？虽然很开心啊，但我是、啊、来杭州啊，它总下雨，对啊，总下雨，我也没今天没去西湖边上啊、嗯、啊，上苏堤看看断桥什么的、哎、啊，游湖借伞嘛啊，他们估计都去了哦，他们都去了，都去了，吼吼吼，哎呀。这个演员多爱解放天性啊！嗯、啊，现在捧个演员都流行抢戏啊！现在都、哎、对啊，都跟你师傅学的。没听说过，你看我个多好，今天穿的跟个肘子似的，是吧？什么形容词儿？我比你瘦，挑的色儿吗？我是猪蹄儿，你就是一大猪蹄子，我跟你说。真的，
你还挺时髦，真的。嗯，各种网络用语还用的挺熟练。我每天都看抖音，我跟你说。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嗯，给你点赞啊，哎，真不错。说到哪儿了？不是说我家里的难事儿吗？啊，就说你们家大猪蹄子。嗯，去你的。